我不过是个影，要别你而沉默在黑暗里了。然而黑暗又会并吞我，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。他从做这种民众剧场、劳工剧场出发，所以在题材上面，在他取材的对象上面，其实都是非常接近庶民生活的。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啊，然后他的特质就很简单，就是诗人的特质啊。这几年他的情况有一些那种感觉，有一些困境的那样的一个感觉，放下吧，去四处去看一看。